点。那、哦、不行不行，你洗噻。上一下子。洗噻洗噻，满嘴油。不油，只是有点烫。你洗噻你洗噻，你洗吧。拜拜，佳佳。太火了，再跟他们说。哦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时间9:60。嗯，这是我们的司机，也是我的舅舅。哎呀，介绍的好详细啊！他的车是那一辆 Mercedes。不不不不，我来了，司机司机司机的司机的司机，哎，拉过我们房的门了。你看，谢谢谢谢，服务特别周到啊。来这边，中国的第一的设计师。Hello, now it's 9:24. We're having breakfast now. Let me show you the breakfast from Wuhan. 好甜。哎，早上好。这个问题笑一个，笑一个。耶、yeah. ，好。Hello, 精神呢、欸？一个毛子，神经，精神。神经，你们再算一下，啊，也没有答对的。2块钱的两个棉窝，然后什么也不，3块钱。卖几个棉窝？卖七的八的棉窝。我吃牛肉面吧，吃牛肉那个面呢？就是吧，就是。要不然杨哥买完？搞不了，搞不了，搞不了。我们要吃的。又把手机搞掉。起面吧。泡面。热干面呢？嗯。热干面可以加鸭蛋萝卜。要。再给你去买棉花好不好？好，我自己去买好。你坐在这里等等等。哎，你介绍一下啦，就这样。牛肉面，牛筋粉，武汉特产热干面，云吞。这个。这个是面窝，刚才那个2块钱买两个送一个的。哟，那都是我的。拉拉拉拉拉，开玩笑的。走啊走啊，放行李一下。想不清白，哎呀，不清白的拍案子。不打了。两个手，快快，十个手，六个手。不打了，哦，我喝了呢。就是要不要脸下来，把这个东西拖着。起飞了啊！现在都是演员的。4:09，北京时间哦，不是新加坡时间哦。我刚吃完早餐，全部吃的胀得像鬼一样了，看，好多鬼啊！现在我们要去东湖，看最有名的东湖。Thank you.
想牵着你的手，躺在那小山坡，静静地听你诉说。你是很想睡觉，红牛加鸡嘴。不要拍，不要拍。你说你拍，你问了我吗？是不是好幽默？是吧？是吧？嗯。瞎说。没有，保安是男的。一些多少度啊？帮我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温度多少。2度。有那冷吗？我再穿两件。现在是10度，好不好？2度。是10度。你这是放2度。10度。他不会读数字。我镜子上看一下自己。我咋看不了自己？大家好。穿的好 rare， 好热啊，穿的。冷。啊？就穿两件。冷。冷。在忙呢。老师，你谁？脑残算不算？脑残算呐。脑残。我们都是当个脑残。你在这辆车过来。等一下，今天人特别多，你稍微等一下啊。来，往后。来来，往后站啊，站一条线。对。来，走走走。来，站一条线。对啊，要排队。不，坐后面怎么拍呢？手脚不要伸出来。坐后面怎么拍呢？手脚都不要伸出来，小孩怎么这样拍？来，往后站一点啊。咱们就坐前面来，你好平行。上好，麻烦来了吧。10分钟一班，那10分钟。因为今天呢是越南的场地，对吧？你们都能够理解。你还是去了玩，你我们还在上班，理解还是开心就行了。我们正在组这个队呢，不能说又是我们工作人员安排哈。其实你们不用组织，刚好一辆车，要不然等一下又是说我们没有排好队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根本就没看到你们意思啊，好吧？来来来，其实我们工作人员头也蛮昏。是的，从早上6、7点钟搞到现在，是吧？开心点，开心点。哎，开心点啊！他运气的最后一天。他很厉害，从6点工作到现在。因为我们要做去车的那些准备啊，搞么子啊？你把这个衣服呢，发到你是今日直播的吗？不是。你把我吓死了！上电视还要说个武汉话，别吓宝宝。来，走了。验证失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拿手机去。去哪个方向的？我们这个环线两个方向都到，我耶耶。我手最细。你看呢？我手想拉比那个哆啦 A 梦，是不是？都是落雁方向，那就在田园童梦转车。桃花岛在哪里？桃花岛是在这个方向。如果你等一下还从白马出的话，建议你先去远的景点，然后往回来，一定在3点钟以前往回坐，中间有2个小时的车程。我们5点钟上班，但是你要往回坐，然后你最后步行到桃花岛，那边是游览车不能开进去的，路很窄。最后玩桃花岛。冷。喂，羊毛衫穿不穿呢？穿。看你妈妈，要开个玩笑了，搞得认真。真的说冰凉，你摸啊。他是蛮认真。我也冰呢。你比我冷过去好吧？摸不溜的时候。我扯这个冷袄子。溜的时候，溜也是冰凉的。扯这个冷袄子，可冷了。没给我早起，把鞋包子。这个棉都不好洗，快溜溜溜溜溜溜。一排坐4个人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坐。这么满，
南山，你说外头，你说外头，你看你这个人啊。孤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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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糖，孤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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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糖，孤芳孤芳孤芳。那几天孤孤芳红糖。哪几天？哪几天？我不晓得。哎呀！来，水。哟，哪个水？猜一下，闻一下这个。幸福的往事带着你的回忆。现在是几点钟啊？杨雪告诉我。十二点二十。十二点二十分，我们十点多出发，我们两个小时终于开始走路了。值。哎呦去！哎呀！婆婆说的。现在几点钟了？帮我看一下。一点二十。一点二十。我们从几点钟开始走的？12:20。我们走了多久了？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多少分钟？两个小时20分钟。啊，两个小时是多少分钟？两个小时是200分钟。爱情岛。你这数学不行了，爱情岛。杨雪可以在这边寻觅到她的爱情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你妈妈好单纯。他们也是来，就要喊我，给把他接上来，然后把他送去了。把那个撕了。没。实际上我也有点怕他。他撕有点怪，那个小狗子。他撕有点那个，但是我。四个脚，怎么回到原点？回去给他们看。这忙好的呢。好。哎呦，爹爹婆婆们骑。拍一下吧。再烤一锅。再把那个再烤。不得单了。开锅开锅。烤饭，我来。快点。我们是不要了。看你自己的好吗？不要不要。Even though you know that you're falling, maybe you're falling, but you're still alive. Ready yourself, that's quite enough for your balling. Cause baby, you're balling, but you'll survive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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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h.
好好喝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我们现在结束了我们的元旦假期东湖行，现在是4:51，然后大家都其实很累，看不出来。会不会很累？看不出来啊。我舅妈还想看日落，但是不知道的，我们都饿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回去的路上，一路畅通，希望大家不要有堵车。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平淡的一次小的旅行。就走一走，坐一下车，看一下风景，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。然后天气方面大概在13、14、15度这样，然后太阳也很大，但是坐在车上真的很冷。我一件衬衫加一件夹克，你看他们还在晃，他们也在笑我。他把他的棉袄要脱掉，但是他要看日落。太阳还在这边呢，因为我们在偏北半球，所以太阳其实不会到最深面，所以但是还是很，有时候会很热。问一下我妈妈，她觉得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是2017年12月31日，是月末年末，今天很开心，和我的家人一起。可惜他最爱的那个男人没有来啊！最爱的人不是你吗？你是我最爱最爱的。他度过了难忘的美好的一天，祝福我和我的家人2018年一切平安，一切顺利，越来越好。谢谢，耶！鼓掌。那这位杨雪同学有没有要发言的呢？这是 Shirley 是她的表妹。今天是她唯一一天不用做功课，做到很晚，但等一下回家应该会做到很晚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也值，开心就好。对，你看我们司机也讲了，也值。司机说话，司机说话。采访一下司机大哥。对，日落小妹。啊，没看到日落，讲一下。没看到日落，他很想看日落，有点小遗憾，有点小遗憾。但是我们在车上仍然会看到，然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拍给大家看。今天我觉得司机大哥最辛苦了，采访一下他。司机大哥就是司机大哥，就这一位，开着奔驰，手还带着40块钱的票。请问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值吗？值。从什么方面来讲？从40块钱方面来讲。啊，我们就花40块钱就买这个票，然后就是在整个园林里面就可以坐他那种小的车，就带大家走来走去。但是问题是，你们很多人骑自行车，然后那个车就很慢，然后要避开那些自行车的骑士，然后每次都很多人，很难搭上一辆车。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走了，然后今天中间我们还吃了，在草地上吃了个野餐，太阳真的很舒服，就是这样，也开心哦。他今天真的很开心。当然了，因为有你啊。哎，没有，因为有你。不是，没有，不是因为有他内秀型啊。对，内秀型，司机大哥也是对女孩子有很多了解。对，啊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做更多的视频。再见，拜拜。